就是圆形图跟直条图部分哦，如果说要变更它的那个宽跟高哈，你当然除了说可以用那个，就是它的应该这个是要这个比如说原来我们这边是写假设250哈，然后200，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改成就是什么的宽，好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什么的高啦，哪一个储存格的高？好，那你要几个高度的话，后面乘以几个就可以。那你这样的话呢，好处就是怎么样？可以哈，比较能够精确掌握，就是说你要的那个就是表格它放在哪个位置上面，然后将来呈现出来的话也会比较整齐啦。所以两者之间哈，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其实可能要自己再去取舍一下哈。那只是说，如果给数字比较方便啦，反正你就给一个数字，它放哪里，那个画出来就是大概这么大哈。那精确一点的话，就是几个储存格的宽哈。所以你可以用储存格的点 width 高的话点 height 哦，乘以多少。那所以哈，如果用这个方法呢，那我们假设哈，我希望说呢。第一个哈，请各位先帮我复制那个，就是那个中央气象局上面的这个应该是25个测站里面哈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其实中央气象局里面它测站里面的气温，那当然哈，除了气温之外哈，其实这边还有蛮多可以练习的，比如说你想要知道说降雨量，比如说测站的降雨量啦。这个最高温、最低温啊，风速啦、云量等等的哈，那其实这边都有相关资料，可以直接拿来用。OK，那当然了，理论上哦，其实像这个资料会理论上会有一段时间会变动了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取得这个资料，不用复制贴哦，一样可以用爬虫啦。不过爬这个资料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哈，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，其实也有爬虫的程式嘛。哦，还有什么相对湿度？那这个当然你可以拿，比如说我们取得气温好了。那比如说以淡水来看哦，一年气温的变化是怎么样？哦，那跟北部、跟中部、跟南部有什么差别？或者跟外岛东部、西部了哈？那其实呢，用图表来显示应该是最简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这样：第一个哦，资料取得了，OK 啊，把它贴过来哈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希望哦，可以在这边旁边画那个图啦。啊，当然最好就是说我可以先画全，就是终极目标是希望全部画，有没有？从淡水一直画到无期，总共有25个图。那不是说叫你土法炼钢绘制哦，而是说用程式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。OK，那另外的话呢，放过来的话还有一些要求啦，比如说我要这个宽度、高度多少啊？比如说我的高度哦，理论上应该是假设是10列好了，比如说1到10列，淡水就10列高。那宽的话，你可以用比如500，或者是说你假设，可以算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，比如说10栏宽也可以啦，或500，像这边好像应该是用500，因为你会发现它会多超出一点点。OK 哈，那可是问题来了。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哦，全部绘制？OK，这个就比较困难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其实是可以怎么样，绘制两个这样子排列，有没有类似像这样？先淡水，然后再安部哦，在台北竹子湖。OK，那当然呢，如果你假设不能够绘制全部的话啦，我是建议一样哦，跟我们前面思考的流程差不多。反正呢哈，你如果可以绘制一个。绘制两个，比如说淡水可以绘制，哦，然后安部也可以绘制的话，那理论上哦，按照这样的思考逻辑，再跑个回圈，理论上应该就做得出来了。所以第一个的话哈，假如说你不会做这个动作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怎么先录制剧集，所以在这边录制。那录制的话呢，当然第一个你要会折线图，所以我们一样哈。这个地方开录制剧集，然后剧集名称你可以给一个叫淡水剧集好了，淡水剧集，OK，按确定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第一个哈，把范围给它，OK，1到12月哈，那第二个的话，你就插入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折线图，好，这边有个折线啊，折线图看需要节点啊，
我的习惯是会选那个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。OK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它就显示，你可以把它移到这边来啊，并且调整它的宽跟高了哈。OK，比如说把它调一下，好，那不过了哈，当然我讲过了，那个位置跟宽高哦，其实你可以自己将来在句型里面修改，我觉得会比较恰当啊。最后 OK 之后的话，可以怎么样？把它做一个停止录制的动作，所以停止，再到这边看一下，句集我这边没改啊，句集二编辑一下，那你可以看到哈，其实这个句集里面的话哈，当然一样会录制，像点 select 这个其实就可以不用了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这个啦，source data 这个参数，哦，然后呢，它是根据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，哦，啊其他。宽跟高其实这边也有了哈，其实这个宽跟高这个可以把它拿掉，这个是坐标，这个是宽跟高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把它移掉的话，最后呢其实只有总共哈，就是这么几行，OK，那这边的话淡水，所以如果假设我把它变更一下了哈，如果这个地方要改的话，其实哈主要就是这个折线图的样式跟类型有没有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比如说我希望放在哪里？哦，帮我放在 O 这边好了，O1 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可以打这个 range，坐标的话就 range，哦，然后呢，这边应该是 O1，哦，它的 left，水平记得是 left，OK，哦，然后呢，逗点，再来的话 O1 的什么呢？top，所以呢，它的垂直记得是 top，哦，OK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图放在这边，哦，点 top。逗点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宽，宽多宽呢？比如说我要10个 O1 好了哈，OK。不过我讲过了，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空一格底线，Enter 把它换到下面，这个是坐标。然后这边一样哈，空一格底线，Enter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宽多宽，当然我们用500可以啦，或者是说，range 几个。的宽度好了哈，宽度 width 乘上10，然后这个 range 它的高度哈等于 height 乘上10，OK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把它执行，执行的话游标放这边哈，执行，那你会发现呢，淡水就 OK 了。好像太宽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，为什么多一个？看一下它的宽，会不会是这个特别宽？把它调一下，删除一下，再执行一下，OK，反正就是说呢，哈。稍微把这个啊，可能我刚刚这个 O 哈，有稍微把它向右拉，所以它稍微宽度跟别的不一样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，让它全部都把它什么设定都一样的宽，OK 哈。然后一个 OK，可是问题来了，那下一个鞍部怎么做？下一个鞍部哈，稍微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它选范围的话，可能要先选这一个，再选这一个。也就中间要空那个淡水哦，所以哦，如果我要录制那个鞍部的话，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就是聚集三啊，我先取消一下，游标先放旁边，哦，这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在这里，就一你要选取的是从这边，我建议按 Shift 键，再按 Ctrl 键，然后再按 Shift 键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两个范围，好，做什么一样的动作，插入这个折线图，一样是含有资料标记的这个折线图，好，这边就显示其实我们位置不调了，因为其实基本上哈，这个可以自己加上去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录制完之后，你可以把它停一下，OK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集啊，跟刚刚的句集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最大的关键哈，基本上的话呢，录聚集三哈，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哈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我把这个不需要的删掉。其实哈，
大的关键在这里，就是他选取范围有没有发现，他是有两个range 里面哈，其实有两个范围，而且是一个字串。第一个范围有没有 A1 到 M1？ 第二个范围是 A3 到 M3。OK， 所以哈，我们将来的话哈，特别注意哈，那个 source 这个 source 的地方哦，哈，将来要给的话哈。假如说我不要给这个工作名称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工作名称、哦、那我是建议、哦、你不要用上面这个名，因为基本上淡水是连在一起，可是将来底下的资料都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建议你可以用这个当参考，反正上面这个一定会固定，但是后面的这个范围有没有 A3 到 M3 将来会变、哦啊、所以淡水应该是 A2 到 M2 啦， OK、哦、所以这个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这个把它 range 这个地方哈、哦、，Ctrl C， 然后这边的话 source data 哈、哦，把它贴到这里来，然后其他的话可以拿这个来参考，这个逗点有没有哈、哦、？Ctrl C， 然后把这一个范围加到这边来，啊。这个其实可以删掉了，所以其实改成这样了，就是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，也就是说第一个范围跟第二个范围中间要逗点 OK， 然后呢再把我们需要的相关参数放进来，这边多一个后括弧，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，理论上这样子这个暗部就可以把它删掉，只是说我将来应该放在哪里，放的位置就不能是放在 O1 的哦，像 O1 要加上，所以应该是 O1 应该要加上 10列的高度，所以将来的话应该这个位置哦，应该这个应该变 O11 的哦，这边 Top 跟 Left 应该变 O11 哦，然后宽跟高的话呢应该都一样没关系，所以哦也就是说哈，将来我如果要做下一个，比如说安部的话，那其实哈改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执行看看，在这里没错。所以理论上，如果我要再下一个，比如说台北的话，理论上应该要变哪个地方？应该 O 就变成 O 多少 ？O21。好 ，OK，O21。然后呢，宽跟高不变。可是这个地方本来是 A3 到 M3， 这边可能要变成4了。所以其实哈，我们理论上应该可以推出一个它的一个什么呢？它的一个规则性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其实那淡水其实哈，这个 range 应该可以改成什么？改成这样子，改成 A2 到 M2， 这样应该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共。就是比较一致性的写法，那也就是说哈，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我们基本的架构就是假设长这样子，那要变动的部分哈，总共会有几个地方哦。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 left 跟 top， 这个可能要改。第一次的话是1，第二次的话就变成11，第三次的话变成21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数字要怎么样让它变？OK， 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那这个数字的话呢，第一次是234，如果底下的话当然5678了哈、哦、所以待会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你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我今天有产生的这123好了哈、哦、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全部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改 ,OK, 那请各位试试看哈、哦。名称有了，这边应该有，已经有了，所以这个应该聚集4了。好，那把它删掉了。好，请各位试试看，我们最后是希望按下这个按钮，自动把25个全部都列出来。请各位试试看这个地方。